你好，我是一普通话的达安琪。Now, let's begin. A. 你的脸色很不好，要不要我陪你去看看医生？ B. 不用了，谢谢你。我已经看过医生了，医生说我有些贫血。A. 你的脸色很不好，要不要我陪你去看看医生？ B. 不用了，谢谢你，我已经看过医生了，医生说我有些贫血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